请各位一常要回想到 Morgan 那时候的染色体的互换，在互换的时候，当我是对等的互换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但是当我的互换是不对等的，那就会造成某些基因在互换了以后，在那一条染色体上面多了，相对的另外一条就少了，所以它会出现所谓基因的重复以及基因的缺失。特别有提他们的疾病名称，迪兰吉氏症，不过那些症状的名称没什么意义，所以你只要知道有这种现象就好。缺失会造成猫叫症，那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是那样子的小孩了。所以重复跟缺失只要知道他们发生的原因，请知道是 number 21号染色体，谢谢景致21号染色体，它是三体三染色体生物。好，重复跟缺失主要发生的原因，他们是染色体互换的时候，同源染色体他们靠得很近的四分体的时候发生互换，互换时发生了不对等的互换，所以这是同源染色体的。对等的互换，不对等互换，不对等互换会造成的结果，所以把这样的结果画在旁边的。那天有画过，我再画一次。假设我的基因这里是 A B C， 猪，复制的时候复制完了，这里是猪，这里是 A B C， 另外一条染色体。如果这一条是爸爸的染色体，全部都隐性。然后它复制以后要发生互换，减速分裂的时候，同源染色体分离的时候。这两条染色体如果交错的地方互换掉，交错的地方断掉，然后重新粘回去，粘成这样子。我得到的染色体，假设这边直接让他们完成第一次跟第二次减速分裂，我会分到一条，这条是正常的，大 A、大 B、大 C、大猪。可是这一条换过来，我会得到。小 A 大 C 大猪，我直接缺少了某一个基因，少了 B 的基因，所以这边会得到小 A 大 C 大猪，所以这一个就是所谓的缺失，它就是一个缺失。右手边这一个可能得到大 A、大 B、小 B、小 C， 所以关于 B 的基因它有两条，所以这一个它就会变成这样子，它会有大 A、大 B、小 B。小猪，所以它 B 的基因多了，所以这一个就是发生了重复。然后另外一个它会拿到正常的小 A、
小 B、小 C、小猪。所以这是发生在互换的时候发生了不对等的互换，其中一条染色体它形成配置的时候它可能会是缺失的，那只要有一条是缺失的一定会有一条是重复的，所以那同一染色体之间发生了不对等的互换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。那除了缺失重复还会有所谓的到位位置的颠倒，这之前在很久以前的日大研究曾经考过，然后人类它的题目是这样子假设的：人类从黑猩猩演化成人类的时候，有一些基因、有一些染色体重复到位了好几次，然后它给你最初的黑猩猩的那一条染色体上面基因的排列，还有给你人类的染色体的排列，它问你它总共到位了几次？那简直是智力测验，所以基本上它是给这样的题目而已。所以到位的结果是同一条染色体上，原本假设正常的染色体顺序是大 A 大 B 大 C 大猪大 E， 染色体它本身在减速分裂的时候发生了断裂，然后又接回去，结果它变成的样子变成这样子，如果断开又接回去的地方发生在这里，它就会得到一条大 A 大猪大 C 大 B 大 E， 中间这一段是发生了到位的染色体，基本上你并没有基因的消失，你并没有基因的丧失，所以在你身上是正常，但是当你要形成配置的时候会不孕，因为这样的配置要进行联会的时候它会有联会上面的困难，然后还会有所谓的异位，所谓的异位是非同源染色体之间染色体的互换，非同源的互换，比较可怜的案例之前听过的 Y 染色体换到了另外一条正常的染色体上，所以那一个人他明明是22加 SS， 可是他的 Y 染色体其实是粘在其他染色体上，把它变成一个男生，所以他会是一个克林菲特氏症的人。那这样的互换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子，因为染色体上面基因表现的强度可能不一样，所以课本上提到的那个案例疾病的名称称它为慢性骨髓性的白血症，所以那些名称你听听就好了，那些名称你听听就好了，什么迪兰吉斯症，什么猫叫症，比较不孕，到位是不孕，异位会出现所谓的慢性骨髓性的白血症，那这些疾病名称不需要背那么熟，你需要知道是它为什么会发生。好，为什么会发生以后，另外一个之前考过的一些内容，当然现在应该这样的题目拿来考的次数也很少，但是你写一些练习题的时候你会遇到，当他们要联会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现象？当这样的染色体要发生联会，如果是重复跟缺失，在联会的时候它会出现，因为如果这个地方是 A， 这边是 B，缺失而导致的循环，那就会导致另外一条染色体也缺失。
所以它会有这样子的结果，确实跟重复的循环是很类似的。到位，所谓的到位，如果就像我刚刚写的 A B C 注一跟 A 注 C B， 他们要连会的时候，他们会染色体会长成这个样子。所以下面这一条染色体，它的基因顺序就是 A 株 C C E， 上面是 A B C 株一，所以它形成这样的循环。这样的循环它要形成配置的时候，很容易产生染色体又断掉，所以它会比较不容易产生配置。异位，如果以刚刚那一个的结果，我要发生联会的时候，然后发生染色，这边是不是那边重复？如果异位，我们直接假设一条染色体，正常染色体，直接画。正常染色体如果是一条是 A， 另外一条染色体。我如果发生异位 F 跟 C 异位，我得到有异位的有互换异位 A B F 跟 C D， 在联会的时候，它会出现形成这样的结果。A 跟 A 配对 ，B 跟 B， 正常的那一条是 C， 所以正常这一条是 C， 可是异常的出 C， 就必须要这样，正常的出 F， 然后这边会得到一个异常的 F。所以配对的结果会变这样，所以两条染色体要联会的时候会变成这样。这时候出现的小孩，他不孕的或者是无法生长的机会也会比较多。你这样子要分离的时候该怎么两两分离？如果你分离的是左上右下，那个小孩会变正常。右下左上，右上左下，这边那个小孩是正常，但是他会有类似刚刚讲的慢性骨髓性白血症，那他所有基因都还在。那如果你是左边这两条，右边那两条，左边这两条上是 F 的基因，那个配置将来一定无法存活；右边那两条上是 C 的基因，那个配置将来也一定无法存活。所以，通常异位也会导致一些怀孕上面的困难，它产生的配置通常也会是不孕的。好。